你害我的事，我当时还你的恩情，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过，我也绝不会跟舒涵说。你说什么？我凭什么相信你的鬼话？你别再假惺惺了，我不会领你的情的。舒涵，是我含辛茹苦拉扯大的，我就是他的娘，为舒涵做任何事情我都心甘情愿，哪怕是我这条命我也舍得。跟你这个外人有什么关系？我警告你，你不要妄想跟我争舒涵。你看你都已经这样了，你怎么还是这么不依不饶呢？不管是谁，只要想从我身边抢走舒涵，破坏我跟舒涵的感情，我绝不答应。没有人会迫害你跟舒涵的感情，这件事情就我们三个人知道。我答应你不跟你争舒涵了，可是你也得向我保证绝不再跟佳音抢宝地，算是公平了吧。真没想到我陈曼青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，唐家让我给办了，儿子不知所踪，连唯一的孙子都不能够保住，我愧对列祖列宗，我无能，我无能啊！伯母，你别这样，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过去的恩恩怨怨就让他们过去吧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救你出来，我们已经帮你请了刑事律师，让我们救你吧。我说过不要你们时时可怜我。夫人，你这是何必呢？不要再在这里给我演戏了，走，这里不欢迎你们，我不要再见到你们两个，听见没有？我不要再看见你们，走，走啊！夫人，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！我不要看到你们。谢谢。佳人，那是素云的邻居春花，我们要不要躲一躲？不用躲，不要害怕。哎，谢佳音。秋香，春花，你是给夫人送饭来的？是啊。哟，秋香，你已经找到靠山，过上好日子了。我说嘛，这个素云哦，她可担心你了，她就怕你万一饿死在路边怎么办呢？你说现在既然好好的，怎么也不捎个信儿啊？让她这么担心，你也好意思哦？春花，我们还有事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谢佳音，你是不是把唐舒涵藏起来了？所以你才躲着不敢见素云呢？你们不是从香港回来了吗？那唐舒涵他人呢？他为什么不出来看他娘啊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也不知道唐舒涵在哪儿。再说，也轮不到你来跟我要人。我们来是来看唐夫人。我们要帮他打官司，律师我都已经请好了，麻烦你告诉杨素云，明天的这个时间我们在这里见，谢谢。妈妈，
我刚才在医院里听到大夫跟我说的，这个病很难治，我是不是快要死了呀？你这是说什么呢？别瞎想了，妈妈怎么可能让你死呢？你听妈妈说，这个病是难治，但是只要按时吃药，好好休息，就一定会好的。你信不信妈妈？嗯。信的话，就乖乖的好好休息，一会儿妈妈给你熬点汤，好吗？嗯。怎么了？你知道我今天在监狱门口看见谁了吗？谁啊？谢佳音。谢佳音？还有那个秋香也跟他在一块儿。秋香也和他在一起？嗯。哎，那舒涵呢？我没见着舒涵。哦，对了，那个谢佳音说她要帮你婆婆打官司呢。她要帮我婆婆打官司？嗯，她说让你明天去监狱那边等她。只要能够救娘，他让我干什么都行。妈，哎，我想奶奶，也想爸。你放心好了，妈妈肯定会把奶奶从监狱里救出来的，别担心了啊。嗯。妈，我想要那只风筝。什么风筝啊？就是爸给我做的那只风筝，我好喜欢它。哎呀，咱们走的时候好像落在奶奶家了。行，妈这就给你去拿啊，等着。春花，帮我看着婷婷啊。我去，那个宅子已经不是你们家的了，你能进得去吗？我有办法呀，我可以翻墙进去啊。走啦。姓高的先生，不对啊！如果高立博是在南京被杀死的，那他是什么时候拿到的房契，还卖掉房子的呢？我没想到会栽在那个狼心狗肺的混账手里，连唐府的财产都让那个混蛋。我的身体，骗了我的感情，骗光了我所有的钱财。我又回头去找佳音，可是说来奇怪，我回到佳音的房子里，高立博的尸体和佳音都不见了。明天非得去找娘问个清楚不可。谢谢你愿意帮我婆婆打官司，我是真的很想帮她，就是怕她不领情。不会的，你有没有舒涵的消息啊？哦，对了，这是贺律师。啊，你好。他是全上海滩刑事官司打得最好的。啊，贺律师您好，您听我跟您说啊，我婆婆她的确是冤枉的，您一定要帮她做主啊，我谢谢您了。哎，别这样，你放心，作为律师
我会尽力的。那我谢谢您了。啊，我们进去吧。啊，哎，我是律师，我们要进去。有人来看你了，进来吧。来，谢谢啊，娘，素云，素云，娘，素云，你来了，娘。伯母，他们两个怎么又来了？素云，是你带他们来的？娘，您先别着急，您别生气，听我慢慢说。这个是上海最出名的贺律师特意来给您打官司的，他是佳音请过来的。打官司？我不要打什么官司，我不需要，人是我杀的，没什么好打的。娘，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要是不打官司你怎么出去啊？长官，长官，怎么了？赶他们走，我不要见到他们。哎呀，娘，我是真心想帮你的，伯母。长官，长官，吵什么吵啊，让你们现在还这么吵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还有点事儿没说完，您再让我们说一会儿吧。再给一点时间吧。哎，我没什么话要跟他们说的，带他们走吧。娘，别废话了，别跟我走。伯母，你别这样好吗？我真的想帮你。娘，伯母，娘，伯母，快走，快点，快点走啊。再给我们一点时间，让我们商量一下吧。啊，这些钱你拿去给兄弟们买酒喝，通融一下啊！麻烦你通融一下吧。好吧，只能进去一个人啊，快点说啊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他怎么，你们事先没跟他沟通好啊？我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固执。贺律师，让你白跑一趟了。不白跑，怎么会白跑呢？我娘她就是一时想不通，我回头会劝她的。总之您不能不帮我们呀。可是他这么抵触我，我没办法跟他沟通啊。没关系的，我会慢慢说服他的。总之这件事情您不能不帮我们打官司。佳音，要不这样，你们先走，我再慢慢跟娘说一说，我保证会让他接受贺律师的。只要你可以说服他，贺律师一定会帮我们的。那太好了，那贺律师我们先走吧。谢谢啊。说过我不打官司，我，你要是不打官司，您怎么出去啊？我都跟您说了。素云，他们犯糊涂，你也跟着犯糊涂。要是我平安出去，不就得换舒涵进来了吗？你怎么，你真是的。娘，谁跟您说您出去舒涵就得进来啊？舒涵现在还没消息，他也不会这么笨的。难道您不想见他了吗？我当然想见舒涵，我做梦都想见到他。他现在可是我唯一的儿子，那不结了？你想见舒涵唯一的办法就是打官司，平安的出去才能见到他呀。不可能的，高立波已经死了，杀人是要偿命的，那个王八蛋他死一百回也应该，可是总不能用我舒涵的命去偿吧？就偿我这条命吧，也算是对我应有的惩罚。娘，万一您这命偿了，很冤枉呢。您知道吗？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想，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很古怪。您想想，如果高立波真的死了，那他什么时候卖的房子，还有那个房契究竟是什么时候落到他手里的？您不觉得这些事情都透着古怪吗？贺律师，高立波没死。当天我娘在南京的郊外跟高立波发生过争执，当时高立波一下把我娘推撞到树上，把我娘撞晕了。我觉得他就是趁那个时候把我们唐家老宅的房契给偷了，然后等我娘醒来之后追到佳音住所的时候，高立博已经在那儿了。你想啊，
如果在搏斗中高立博死掉的话，那是谁把我们唐家老宅给卖掉的呢？什么时候卖掉的呢？我娘昏迷也就几个时辰啊！我说的你们听懂没有啊？那他可以找人的，高立博不一定要单打独斗，他或许有帮手有同谋啊。是啊，这也有可能，但是我还是觉得他依然可能没有死啊。佳音，你事发当天确定把他的尸体处理掉了吗？我没有处理过他的尸体啊，不是唐夫人跟舒涵处理的尸体吗？我娘说是你处理的。我没有啊，我醒过来的时候就没有看到他的尸体了。你看，高立博就是没死，如果事发当时他有同谋在场，那你们搏斗的时候他的同谋为什么不帮他一起搏斗，而一定要等他死了之后才把他的尸体运走呢？我说的有道理吧？对对对，你别激动啊。我没激动，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？对对对，你说的对，你先坐下。我现在坐得下去吗？高立博没死，你们怎么一点都不激动啊？这两点确实是比较重要的线索，起码我们可以向法院提出暂缓判决，这段时间啊最好能找到高立博啊。好，我去，我去找。你去找？你一个女人独自去找多危险呢。再说了，就算高立博他真的没有死，他也不可能乖乖待在上海等你去找他呀。只要有一丝机会，我肯定能把他找着，相信我，我去。哎，宋云，我去找他。那个杨宋云在门口说非要见你。这么晚了他来找我干嘛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他说非要见您不可，那怎么办啊？爷，叫他进来。行，那我叫了啊。来，你先去吧啊。呀，苏月啊，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哎，起来说话。刘爷，我知道我杨素云已经欠您太多了，可是我今天实在没办法，我必须厚着脸皮来求求您，求求您再救我一次。素月啊，我不喜欢你这样，来，起来说话，来来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你得帮我找一个人。谁呀？高立博。高立博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他可能没死。高立博，如果你真的没有死，那就是你的贪欲出卖了你。你如果只是害命，那倒还利索些，可你还贪财，就露出马脚了。我一定要活下去，直到得知你确切的下场。晚上的跳什么跳，吓唬人的，回去睡觉，听见没有？我叫你快点，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快点走，快点。刘烨，你也这么觉得？好，苏云，你我都是安徽人，你仗义我仗义，这个忙我帮了。真的？嗯。哎呀，谢谢刘烨。东东，哎，唐书涵有消息没有？没有。这小兔崽子真不孝顺，他娘都这样了还不出现。我听说那边请了个律师。律师？他爱请谁请谁，他请天王老子来都没用。德东，哎，把那个第一个抽屉把它打开。金条、银票，帮我拿给警察局的李局长，跟他说，让他早点判了。啊，好，就不相信唐书桓这小子还不出现。好，等等，哎，哎呀，我这伤口还有点发炎，弄点消炎药来。好的。
给我老实点，老实点，老实点啊！爷，你是刘二？小的就是刘二。哎，刘爷，喊小的来有什么吩咐啊？我问你，唐家宅子是不是你卖的？啊，不，哪能是我呀？我就是一小家条，干不了老鹰的活儿。哼，邪乎了啊！我倒想听听你说的这个老鹰是谁。哎呀，刘爷，这不行，我还得在道上混呢，不是？道上混，我说了算，不是别人。说，刘爷，我保证过，要保密的。他想保密一辈子，把车都扔了。好嘞，车子，我说，是一个叫大东的人。大东的人，哼，打！我说了，不老实啊你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已经查过那份合同了。他们说那地契上写的是高立博。刘爷，天地良心的，跟我接头那个人就叫大东啊，房契也是他给我的。那你说他人在哪儿？你说。我跟他就一桩买卖的事儿，平时没有交情啊。不老实，拿下去。走，小白，刘爷，你去给我找找高立博在哪儿。是，这就去。紫云，你刚才都听到了。这高立博如果真的有同伙，那我就更不能确定他是死还是活了呀。那先别急，等找着大东再说吧。也只能这样了。怎么样，刘爷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找到那个卖房子的人了，但是跟他接头的是个叫大东的，那个人也不知道高立博是死了还是活着。不过你也别急啊，老天有眼，那个高立博坏事做尽，肯定不能便宜了他。素云，春花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刚才有几个长官去家里，说唐夫人主动认罪，承认自己杀了人，宣布十天后就要执行死刑了。啊！什么？哎，你说这世道也太黑了吧？啊！咱们连申冤的机会都不给，就这么给判了刑了，他急个啥呀？哎，顺子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倒觉得不会是有人在故意使坏呢吧？如果有人故意使坏，那肯定是高立博。看来他活着的可能性越来越大。哎呀，这。素云，你回来的正好，婷婷发高烧了。啊！这，哎呀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好烫啊！春花，哎，赶紧来帮我送医院去。好，来，我去叫顺子把车拉过来。哎，春花，给他拿一件衣服披上，快！让一让，麻子，让一让。你们一直这么拖着，那也不是个办法。这种病虽然治不好，但是如果治疗得当的话，还是可以控制病情的。啊，那要怎么治啊？这样，我在北平有一个朋友，他是专门研究这种病的治疗的。我建议你们到北平去找他看一看。北平？素云，再远咱们也得去啊。我知道，等我把家里的事都安顿好了，我马上带婷婷去，一定要去啊。那好，我给你们写一封介绍信。你们到了北平仁爱医院去找蒋宁蒋医生。北平的仁爱医院。仁爱医院蒋宁蒋医生。韩医生，外面有几个受伤的病人，你赶快去看一下吧。
有几个病人呢？四个，打群架受刀伤的。我们医院的阿司匹林还够不够啊？好像不够了。那赶紧找人去西药店买去。嗯，好，好的。不好意思啊，那里有几个病人，我先去处理一下。等一会儿我给你们把信写好，给你们送过来。哦。哎，医生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刚才说治刀伤要用那个药叫阿司匹林，是止疼消炎用的。阿司匹林。对。治刀伤一定要用阿司匹林吗？当然，用那个管用。好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谢谢啊。哎，素媛，素媛，是不是那个高立博也有刀伤啊？对呀。刘爷，你看，这是我从报纸上剪下来的，这上面的人就是高立博。高立博就是长这个样子的。哼，现在的记者什么下三滥都能上报捧上天。小歪，在，让弟兄们好好认认这个败类。行，刘爷，我让弟兄们看看。刘爷，大东找着没有啊？这个人没找到，但是我已经查清楚了，他就是个混混。我呢已经跟医生打听过了，医生说要治刀伤必须得用那个叫阿司匹林。我也仔细打听过了，这上海啊没几家西药铺能卖这个阿司匹林的药。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我会尽力的。多谢您了，刘爷，我婆婆的命就全靠您了。那法院已经下了判决书，说是九天之后就要行刑了，这回我婆婆怕是难逃一死了，一切拜托您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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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心吧。哎，那就全靠您了，刘爷。佳音啊，站那么久想什么呢？我在想舒涵，不知道他一个人在北平过得好不好。舒涵有小翠照顾，不会有什么大事的，你放心吧。心里总是有些不踏实，怕他出去见到一个什么人会想起以前的事情。上海北平离那么远，舒涵又不大出门，我想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吧。但愿吧。对了，娘，我等一下想出一趟门。贺律师不是告诉我们轻易不要出门吗？高立博现在是不是死了我们也不知道，我怕这万一。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我自己会小心的。那我跟你一起去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你不用跟着我，我只是想去见一个老朋友，你不用担心。腿酸，别闹了。就一下嘛。我求你告诉我是谁啊？你是陈志远。陈志远？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我是佳音，我是你的妻子，我是谢佳音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志远，我来看你了。落下来，是不是你在帮我？是不是你安排让舒涵失忆？是不是你安排机缘巧合让我可以找到他，让他可以待在我的身边？你是不是知道我一个人没有你过得太寂寞了，所以你让他来陪我，是不是？志远，我真的觉得很苦，这样的日子，没有你的日子实在太累了，我过得太累了，我也不想做这样的错事，我都快认不出自己是谁了。
叔还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希望，我求求你让他留在我的身边，我求求你让他留在我的身边，志远。我知道我错了，但是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。你怎么了？爸爸没事儿。爸爸带你出去玩好吗？好。咱们去看孙悟空。好，好啊，好啊。走。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您醒了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带小少爷出去逛逛。少爷，小姐和夫人交代过，您不可以随便出去的。什么意思？难道家里面他们说了算？当然不是了，可您本来记性就不好，小姐也是怕您走丢了，尤其您这还带着小少爷呢。我以前的事情不记得，但我现在的记性很好，我偏要出去。哎，别说了，少爷。大叔，是这样，我来是想弄清楚，为什么我姓陈，叫陈志远，你们却一直叫我唐先生。哎，唐先生，我们跟素云呢也很久没有来往了，你也不用担心我们说出去，这以后有事没事啊，您就不用再来我们戏园子串了啊。素云，素云是谁啊？你，气死我了！素云是谁？你还问得出口啊？你这个娘娘娘，可能他真的什么都忘记了。唐叔，素云就是宝瓶的娘，您以前的媳妇儿，您真的不记得了？我媳妇儿，坐。哎，好，张爷，念段新闻给你听听啊。啊，征婚启事，蓝旗营，芳龄二十有五，少随父母移居南阳，于移居来户，孤苦无依，现望觅一佳偶，共度余生。需学有所长，擅长经营。可位于打理南阳及沪上商号，于素喜心细，故常流连于兰心剧院。你有想法？娘。是我，素云，素云，娘，素云，素云，你没事吧？我今天在包子里啊，特意放了很多雪菜，很香的，来，您尝一尝。尝一尝嘛，你是不是觉得娘快上路了？娘，你想什么呢？娘，您听我说，您千万别担心，我已经去求刘爷了。刘爷跟我说，他已经派人去找高立博了。只要高立博还活着，我们不信找不到他。您别担心好不好？一定没事的。我死了不打紧，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摸清楚这个混蛋他到底死没死。如果他没死，他一定会回来报复的，因为我太了解他了。如果他真的要回来报复，你跟舒涵
不管在哪里都会有危险的。娘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就别担心我们了呀。您放心好了，我会找到他这个人的。素云，是时候了，娘有些话该跟你交代了。素云，娘，经过这些年，这些事，娘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你其实比娘能干，有本事，就是心眼儿啊，太实在了。唐家有你这样的媳妇，简直就是福报，就是德报啊。娘，记住，以后要是找到了舒涵，一定要好好照顾她和婷婷。保定必须争取，争取夺回来。娘，您到底在说什么呀？您现在说的这些话让我心里很害怕，您别再说了。我告诉你，您不会有事的。这一切都是娘的报应。娘，您说什么报应不报应的？您明明知道唐家不能没有您的，我、舒涵、婷婷、宝弟，谁都不可能离开您的。你别想这么多了，好不好？素云啊，唐家以后就交给你了。娘交给你，娘走得安心，走得放心。你别再说了，娘。啊，干什么呢？我不用做当家。不是哭啊！啊，哭什么哭呢？哭丧呢？省点力气吧，过两天有你好哭的啊！你说什么呀？说什么呀？出去！素云，素云，对不起，长官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素云。你别在这哭了。素云，走。素云，走啊！放手，走。几天就要判刑了，是，我一直在找唐书涵，可是还是没有线索。他娘死的时候不相信儿子不出现，你定睛点。放心，他跑不了的。把我害得那么惨，让我受了一身伤，我轻饶不了他们。对，好在您的伤好得差不多了，看着最瘦。是我该重新出山的时候了。我现在叫张建贤。明白。那么可以问问蓝小姐。嗯，真的吗？真的。这什么景色啊？这约好了就好了，约好了我们还来干什么呀？蓝小姐，请问。看不到吧？这是。没事，毕竟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真是失礼了。
还不知道先生您贵姓呢。刚才是我失礼了，忘了向小姐自我介绍，我叫张建贤，弓长张，遇见的见，圣贤的贤。好名字，名如其人嘛。那是贤人还是圣贤，蓝小姐您看呢？蓝小姐，是这样的，我觉得和你在一个包厢里看戏对你不方便。哦，对了，我买了戏票，我坐到自己的位置上。张先生果然是正派人，那我就不勉强了，免得张先生心爱的女子看到会误会的。心爱的女子倒没有，只是怕给蓝小姐添麻烦。嗯，那再会。再会。走去的，快来坐会儿。哎呀，我怎么坐得下来啊？这都半天了也没有消息，也不知道那高立博他出现了没有。